小时候锦衣卫突然冲进来，我被流放到南方去做收马，是他救了我。他向我发誓会倾尽所能去杀魏忠贤，扫除阉党。你敢吗？中场的魏公公听说最近上火的厉害，原来就是为了这件事。失恋失恋，所有知情者都不能留。你们都不能让他跑掉，把师兄来立场。要像我这么死，就换个活法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一条生路。千万条人命，跟草一般就没了。他一定会回来的。